空运有空的话，我真的会想要。很多人为了瘦身不适应，其实瘦很快，你胸部一下就破皮，什么热量是很深啊，满满的就胶原蛋白。我自己在家里有时候会炖那个猪脚加鸡爪鸡汤。哦，我以前最不好的示范是吃减肥药啊，然后吃到已经在家昏倒啊，因为吃减肥药根本吃不下这种东西。那是我的内在，下半身，可是我觉得好像下半身练完之后会变得比较窄，然后屁股也比较翘掉。其实你穿裤子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还蛮好看的。我觉得如果彭于晏有空的话，我真的会想要。